下雨了，才怪。是在洗窗户。OK， 十分怀旧的吃法，生活必备的。OK，OK，、okay. okay, 我们在涌泉，号称它的猪排软到可以用筷子直接夹断，请看。哦，夹断了，这边有点难夹，就是，好了，接近夹断的程度。果然完美就是不一样。我自己也有买小铜锣烧，花生口味的乖乖。啊，花生口味的乖乖。也获得。OK， 我们来看预告，目前是第九弹。看我的这个、啊。那个小曼，不要干扰。嗯。都是弱弱的角色，我们开始吧。开录了吗？2、3。选择想玩的模式吧。选择想玩的模式吧，在游戏中捕获。选择低能的玩家吧。哎呀，既然是低能的玩家。换只手。开始 Pokemon 之战吧！哦，有迷存姐。旋转转盘来决定地点吧。帅一波！发现神奇宝贝 ，Jinx， 探长。又是。哎呦，竟然有皮卡丘！我们有第九弹的皮卡丘。那目标皮卡丘。点点。等着战后做损失。点。太臭，没有在停的，测试你的吹法，很好。我看竟然给我这一只，有没有考错？什么都没干，想打 ？Jasper，Blaze， 哇，恶心的 Blaze 开始。这个应该是那个谁啊？蜥蜴的王吗？蜥蜴王的前一个吗？火之鸡的最啊，对，火之鸡，没火之鸡最后形态吗？不是第二形态而已吗？没有最终了，哦，竟然还可以超进化，那我们就来进化一下咯。尤其我刚刚测试过，我的手速还不错。超正法机会，将 Pokemon 轮转为错，从正上方站下来。好，换一只手，这只手可能不太顺。我看这人脑袋不太顺。哦，太厉害了，根本不用买手环嘛。我请问，我有一个问题。为什么？我就这样一直干掉你，神奇宝贝的攻击。什么？缓慢的按加油键。中掉害了。啊，好，皮卡丘你死定了。我、哦、皮卡丘整个。神奇宝贝攻击。皮卡丘你小心，他皮卡丘加油。皮卡丘加油。到底为什么要加油？一种很消极的加油方式。他妈的，皮卡丘第九人，你被先电死这小瓜蛋。用出宝贝球，捕获神奇宝贝吧。我全灭了。是啊。生存奖励。两只灭掉了啦。好，一样老规矩，到六的时候我们按下去。干、啊，竟然是红球。是神奇宝贝球。是垃圾。可恶。成功，不是皮卡丘。哇哦！哇，这个已经被人家玩坏，玩成这样子了，是什么情形？看，神奇宝贝，竟然是迷存姐，不是吧？给我一个皮卡丘，那么难吗？呀！可恶！传送结束，取出缺的吧。嗯。下次再来哦。失败再来一次。啊，2公底的蛋开蛋。我们的测试，不是他们的。蓝色那个没。好像是。
对啊。哇，八个人坐这样，看看抽到什么鬼东西啊。嘿，好啦，尝试哦，还过得去，还过得去。尝试哦，冰岛超多的。哎呀，竟然跟我呛这个！一直开着车追着尝试哦，可恶。